早安。这么早的吗？没有，刚睡醒，然后我去朋友的台打招呼，然后叫我赶快开他后视头哦。我就说有这么快的吗？我有睡啊。然后没有啊，我们昨天唱歌喝酒到3点。哎，我好久没喝酒哦。好，真的很久欸，3年有了吧？搞炸！我会喝酒啊，我喝很多罐欸，你看还那么早起，根本不会醉啊，没有啦，是喝不够多啊。塞什么？喝酒不救你哦。干，你几次喝酒有救过我的？有吗？几次？你说啊。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啊，不然上帝他们来都玩不到东西。欸，现在东西改到上面还蛮好看到，蛮好看到的欸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北猫早安，小鱼早安，水谁？水羡慕的羡吗？水还能念刺？早安，昨天下很大，啊，昨天早该下不下，结果到了3点才开始下，3点后我家就开始比较凉，结果下雨更没意义啊。我要下早上的话，哦，我就不会那么热了。不知道多少钱？先正式医生哦，我被降职了。上帝来台湾就下雨，啊，就跟兔子之前从西班牙回来就遇到台风一样啊，我整天叫他雨神，他就很不开心啊。哎、欸，不过我以为我会睡到快下午哎、欸，他就睡到现在。欸、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就是酒喝到，我不知道几罐了、啊，因为他们是加在大桶里面一起喝，就倒出来一起喝。嗯，还有啥？哦，再加上昨天是有点晕，就是。晚了没有那个捷运，他是坐计程车回来。啊，计程车你们知道我会晕车。安安第一次跟台，我没宿醉啊，宿醉是要头很痛，头很痛，我以为我会，就没有诶、欸。跟板桥差点淹水。我昨天应该想说我要穿拖鞋去，还是穿鞋子去？那穿鞋子去，多多是不是有去包读？哎、欸，包读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到场吗？还是啥意思？
哎，你刚刚不在小资台？刚刚不在伟伟的台？这是猫吧？这是一只猫吧？是诶、欸。哦，包赌就是发呆哦。对啊，他昨天前面跟我讲说，诶、欸，什么到 KTV 也要包赌？我教你怎么包赌。我说怎么包赌？就坐在斜斜的角那边，然后俯瞰着大家就可以包赌了。结果他昨天一直说不唱不唱，唱到后面结果还是唱了。昨天没有人开台唱歌，哎、欸，微微有 host 了，感谢微微 host，然后还在聊昨天唱歌的事情，感谢感谢，所以声音很 很差，繁星是靠腰哦。还有我可以把绷带拆了啦！我包这个头已经包了4天了。早安早安，感谢微微台来的大家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出去买个早餐了。我们在聊刚刚昨天那个什么，我们唱歌的时候的事情。讲到多多，然后多多他就死都不唱，唱到后面他发现不对，还是想唱，他就忍不住拿起手上的麦克风来唱歌。然后他好像以前，他真的很像以前的我。他以前就是，哎，我以前就是不敢唱歌，唱都很小声，麦克风拿在手上，啊，明明嘴巴有动，可是声音就没事没出来。然后我就在旁边，想帮他唱，就是因为有人陪着唱，你声音就会大。啊，你一大起来之后嘛，我就马上把那个声音就马上闭嘴，然后他马上跟着闭嘴。多多就是来包赌，真的啊。喂喂，我为什么穿睡衣？没有啊，穿睡衣比较像病人的感觉啊。不然一直说我跟那个谁妹妹很像，我看了心情也很差。小夫有开只小蛙吗？诶、欸 小蛙本人没到，可是之一有到，懂吗？妹妹就是那个澳门有一个穿睡衣的女生。啊，他满口黄腔，很容易害人家被编台。他叫阿西啦，阿西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那他是因为他，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潜力，他声音又那种可爱可爱的，已经有别人翻过这个垃圾桶了。对吧、啊？还是你想跟我一样穿这个，去偏东偏西？哦，喂，我有跟你说，我们现在搬垃圾桶啊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这种大的垃圾桶才可以翻到食物。然后像外面那种圆柱状的小垃圾桶，这种只会翻到宝特瓶。味道男生扛不住，我还好诶、欸，对他，我那时候对他印象也是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你声音好好听哦。他竟然回我说，那版型应该没看过我本人，然后就直接丢了他的 VOD 给我看。我说我靠，我只是说你声音好听哦。感谢小气点，哎、啊，你怎么那么早起？哎、欸，喂喂，你，啊，所以你那个嘞？问答卷写完了吗？
哎、欸，真的超正啊！然后当时小蛙他们一来的时候，我整个就是很开心，我真的觉得我是挖宝哎、欸 我已经完全当挖宝了。然后他就是说要跟我敬酒还是怎样，敲我的杯子的时候，我整个人融化了，懂那感觉吗？哎、欸，你真的吃的就只能靠这个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不够跟我说，我得给你吃。我身上还有这些，28个三明治，然后咖啡66罐，然后面包应该还有啊，面包有46个。你不够跟我说，我直接塞给你吃。大牛我还好，可是。昨天听了现场的大牛唱歌之后，我好像两边都是哎、欸，我是牛蛙宝。大牛跟小蛙选一个、哦，小蛙。不会啊，哎、欸，我是真的很欣赏，又没有说要追他们，我也没有本事啊。小蛙是可爱啊，啊，大牛是漂亮啊。鬼岛师傅来自热这桶，没办法啊，哎、欸，现在多贵啊，涨了7、8倍、欸，而且我们昨天有在讨论油的东西啊，就是警察跟医护都有在聊说油太贵了，出勤啊，尤其警察出勤一趟，你回来什么都没有，就要收2、3千块，那你有当猫宝吗？小猫吗？小猫怎么可能？我呀、啊，之后小猫昨天也是快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唱歌。车库有啊，昨天就是其实金变态就是在跟上帝在跟那谁基德在那个练不是练啊，在测试，就开出去开回来扣了多少油。可以当支保啊，可以啊，有没有看到我现在都常常跑去那边玩了？铁生有去吗？有啊，院长有去，院长牛逼耶、欸，他可以唱超高的高音诶、欸。德华没有。前院长，2个院长都有去，只是唱歌的现任院长没去。所以那个谁，那个李世民，他就找到了这个全都是大垃圾桶的店，然后跟我讲，然后就在这边翻。感谢 follow。哎、欸，小资小资，还、啊、要因为我8月可能会去高，不是可能、啊，一定会去高雄摆摊。那、啊、你到时候有空来找我吗？我可以送你我的商品。每个都这么强，真的，他们一拿上麦克风都超恐怖诶、欸。我昨天有唱啦，可是就觉得说我怎么声音就是还是没变强啊？那其实我就是真的很不敢，很喜欢唱，可是就是很不敢唱。这个小子应该去卸妆、刷牙、洗脸了。晚点再问他。早安，早安。早。今天换我当台岛主。龙鼻当时还没有要唱。阿花怎么没去？哎、欸，不是啦，阿花那时候有，
有想去，可是说太远吧，再揪啊。昨天我们一去之后，好像医护没有医护上班了欸。还好云林吗？没有啦，会再揪啊。这次主要是上帝来台湾啊，要见见他，陪陪他。对啊，本来是到10点啊，可是又担心你太晚回去，啊，我们就有续谈啊。诶，为什么我没有给到你啊？等我一下哦。他的屁股真的好翘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诶，他就是起身要去厕所或去拿酒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在看他屁股，然后他走起路来真的是一扭一扭的诶，影片真的凸显不出他的翘臀诶，有机会真的要看看现场的，那时候。他一起来，我们大家就是全部头都在看他，然后后面又开始在玩真心话的东西啊，就是在玩一二三四就喊到八嘛，啊，然后他们就是重叠的要喝酒，哦，真的昨天玩好疯哦，啊，我昨天没跟他们玩，我一直在听大牛唱歌，哎咻哎咻哎咻。那个 RP 座谈会，RP 座谈会，你是说那个二号的东西吗？好像讲出来，就是限25人那个吗？25人那个的话，我近期应该先赶商品，因为我那时候谁，那个有，看，等一下哦。喂，你好。我在家。好，这个是我好像我的那个啦，我 CWT 的商品，因为前天有来，但是我没有收到。我那时候心情郁卒了大概有6个小时吧。啊，你怎么没关麦？啊，我只是说好，我在家而已，有需要关麦吗？又没关系。啊，我要先去穿裤子了。我昨天牛仔裤直接丢洗衣机，没有拿短裤，我现在穿内裤。哦，我的那个就是刚刚讲的 CWT 的东西，我最近还有三种商品要画。啊，我还要构图，再想怎么画。我还剩扇子、亚克力，还有那什么吊饰吧，不是吊饰，吊牌。阿、啊、欢会去吗？当做去那个啊，再去认识大家。我真的觉得我这一次的商品比往年都还要，图都还要好看啊。座谈会，哦，好啊，那就下次再约，因为这次我也不会去啦。啊，自从认识大家之后，我真的这2个月往台北跑的机会变好多哦，是蛮开心的啊，不然平时都宅在家。小心刚要给阿花刀吗？给 VIP 就够了吧，我怕给刀他们觉得要管事，懂吗？就是刀子还是交给那个。会砍人的，如果他要的话，TWP 不会，我不会做事，不要给我。对啊，
就给钻石就好了啊，女生喜欢钻石。哎、欸，等下我穿裤子了啊，快来了，你们占领我一，不占领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我晚安。哎呦，这辈子有几个障碍吗？因为大家应该都有。第一个就是 USB 有时候明明插正，会再插反再插正，对不对？那再就是我穿裤子啊，那种有拉链那个不算，就是你很难分正反面的。我也会先穿正，然后觉得不对又反，然后又正。然后衣服也是那种没有 logo。跟你讲说在哪里的也会，我算是专业管的，重点是就是没有刀子，不会啦，我们这边暂时都算乖啦，我也不是大台啊，都小小的，虽然做很久了，对吧？只是我的风，我就是开不久啊，所以。其实我3年前就拿到合作伙伴啦、啊，但是就是开的时间都不长久啦、啊。还好吧，那又还好。我早起来做回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我以为我会睡很晚啊。因为早安，不知道吧？因为有看阿静。那你怎么是讲阿静的影片？我在阿静的影片只露过一次脸而已，主要是菜渣鱼干的游戏影片啊，第一次跟到早上台，我昨天有早上台啊，早安早安，哇、啊。哎、欸、阿花，如果你还没睡的话，赶快睡吧，最近天凉凉的，很好睡哦。我们来巡店。啊，然后昨天有什么？不是女超人的问题呀、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以前真的也是跟小五他们一样，一天只睡3小时到2小时这样子。可是我这样子啊，那时候认识哈基他们，那时候我真的是可以不用睡觉。那时候每次哈基都说：“为什么整天都会看到你啊？你都不用睡的哦。”我说：“睡一下就饱了。”那结果过一阵子，我体力整个坏光光。然后突然就是开始一天都睡10小时以上，持续半年。车库到医院都是我的。你是爷爷吗？你不是吧？你们不能 对啊，它是软体呀、啊，可是软体也会有中毒或者是坏掉的时候啊，对吧？
哦，好像来了，我听到车子的声音了。等一下啊、哦不，我被送包子的骗了。小心爷爷哦，不用怕啦，我阿 P 内已经开始不怕阿公了，而且阿公人也变比较好啦，不用怕他啦。阿公骑着我脚踏车还会还我，还会跟我讲说开玩笑。哎呦，语音还没关掉。李世民进来了，来一起翻垃圾了。老人的经验谈，就真的啊，我也年轻过啊，我真的很老了啦。对于新住民结衣的感觉是怎样？他跟我的设定很像，就是乖乖牌不做坏事的。可是因为我相处跟那些，我刚进城，你们那时候开始的话，你知道，我红灯也都是停，然后停半天才开过去之类的。然后后来是受到了大家的污染之后，变得会闯红灯了。啊，只是我不会干坏事啊，因为他们昨天也有聊，阿公有说要带他抢珠宝什么的，他好像也想推开。哦，来了来了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等下，让我喘一下。我不是用跑的，我是那个，
搬重物，我的杯垫来了啦。然后我想起，我才想到说，为什么我当时说我不想要出那么多杯垫呢？哈，因为这次我是订了100个加200个样子的杯垫，然后所以总共是300个啊，杯垫又很重，哎、欸、操，超重！等我一下、哦，我等下去拍它，所以我剪完这一轮，我去拍一下杯垫，然后等下贴上给你们看，长怎样？不怕耳朵被轰炸，可以去 KO 台挑战 KO 吗？哎、欸，昨天有看到他，哎、欸，本人比较好看哦，然后本人也比较害羞哦，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啦，主要就是游戏上啊、实况上都看起来很开放，之下界面就看到原形毕露了。早安，杯垫怎么会中？哎、欸，你一个杯垫大概是一个铝箔包的那个重量，那、啊、你想想100个铝箔包跟200个铝箔包，你这样一次搬，然后我还要想，我就是现在到虫子之前，还要再想一下，如果我医护没有上之后。我要做什么？这样我就没有底薪啊，没有铁饭碗。然后，所以我还是要想想看，我之后的退路怎么办？因为你从之后不能说你当过医生之类的啊，你的背景就是没有医生，就算有的话，你面试没有过也是不会上啊。这样也好啊，就是给那种如果面试官是之前的人的话，就是想说让那个没有当过医生的人当当看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我就可以正式搞事了。我们去，早安早安，下雨了。欸，拾荒至少不会无聊吧？你们要只想要看我整天站在医护局发呆哦。对吧？欸，好啦，我等下我开去刚刚那个，那个叫啥？大垃圾箱的点。然后，我在那边我去拍一下那个杯垫的样子。对耶，我发现我的妹妹没有出现。下哦，喂，摸一摸，又一个又一个，哦不对啊，他就是市民啊。来躲雨，来躲雨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拍。新的广告啊！要，那个，10秒后吃广告。